大家好，欢迎来到武术研究所。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家中用呼啦圈就可以训练步伐或者躲闪的一种小技巧。两个人就要拿这个呼啦圈，然后放到这个靶子的头部，然后大家可以在侧面进行躲闪训练。大家在躲闪的时候，手一定要护好自己的下颚，然后屈膝一躲进去，躲进去以后大家可以去打你的连击，对吧？左右直勾拳，然后出来的时候跑到了沙袋的侧面，大家可以后摆前摆或者是后直前摆，大家可以做自己的喜欢的连击。如果对于的人来说他做不到连击的这种效果，大家可以先练这种步伐。当两个小伙伴拿好呼啦圈的时候，大家可以先从低的开始，初学者、科学者呼啦圈练习步伐。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去练习步伐的时候就不要去打拳了，把你的手护好你的下颚，然后屈膝，一二一二一二，